结婚是人生中的终身大事，拍出充满爱、唯美又浪漫的婚纱照，更是每对新人的愿望。不过，每张绝美婚纱照的背后，都有一位伟大的摄影师。泰国粉丝专业维沙雷就揭露了梦幻婚纱照背后的真相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，取得最佳角度，摄影师与摄影助理可是个个身怀绝技。快来见识一下美丽的婚纱是如何拍出来的吧！一、俯视的照片原来是这样来的。二、摄影师的柔软度要很好啊。三、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四、抓到最佳光影了。五、仰角的照片竟然是这样来的。六、原来是这样拍出来的。七、这个腰力。八、原来新娘的漂亮的裙摆是这样拍出来的啊。波浪服波浪服波浪服。九、俯视的角度。十、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效果，除了爬树还有这招。十一、原来浪漫的水花是这样来的啊。波浪服波浪服波浪服。十二、为了拍出最好的角度，摄影师也真是豁出去了。十三、摄影助理也好辛苦啊。波浪服波浪服。十四、真的要给摄影师拍拍手。十五、连在海边都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。十六、我怀疑摄影团队有参加过体操队。看完这些血淋淋的梦幻婚摄实录，小编不禁为摄影团队们流了一把同情的眼泪，真是太佩服他们了。快把文章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婚纱照是怎么来的，也给辛苦的摄影师们拍拍手吧。波浪服波浪服。And now I know